老板，那桌客人消失了，给我查监控。之前跑了之前哈，是那个有个姐姐她过来专门拿了瓶酸奶，她拿瓶酸奶看了还有我们的员工。左右看了之后还问了一下，哎，看到，哎，哎，顶，看到吧？哎，都跑了。说你们消费哈不贵，一两百，但是那个行为跟态度还有素质，我觉得不行。因为我看了哈你们的话，穿着也好，还是言语态度也好，那我希望好自为之。